几点？大概9:25，该到垃圾了。我好想死哦。可是我们已经死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我从来没有活过？黑夜的星空依旧灿烂，照着剧场的角落。那些张先生、陈小姐、李太太们，他们坐在自己专属的位置上，睁大眼睛地看着，而我的面前却一片漆黑。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，就是你想走，但你又想留下，但你又想走？我不知道这究竟是选择自由还是逃避自由，还是选择逃避自由。只是当我说出我这个字的时候，似乎很空洞，我被遗忘了。而那些残留在我身上的似乎有一些被称之为存在的东西，这就是我现在想到的。我是一名演员，不对，我应该说我正在扮演一个被称之为演员的角色，他叫做楚门。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名字，但戏演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他比陈家伟还要真实。舍不得，拿不起，放不下。我一直以为我可以用意识来决定行动，但是我的意识好像有点夹在两道墙壁中间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很明显的，这里发生一些事，一些无法确定的事。我只是觉得，我站在这里穿成这个样子，真他妈的，有个尴尬的。不过还好，我的台词告诉我说：“放心，没事的。”刚才那一阵混乱只是一场虚惊，戏还没有结束呢。事情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日子终将继续，这是我们现在所想到的。日常生活里其实什么也没发生，环境变化着，人来来去去，如此而已。只剩下一个数字和一些想法，偶尔你会停下脚步做个小结，莫名其妙掰起手指，听见自己说：“天哪，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。”接下来是一阵安静，然后突然睁开眼，一长串的数字又开始：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4月、5月、6月。2007、2008、2014，而且很快就是2015。生活是一回事，但要把那种称为是生活的东西说出来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。